始咯。喵。然后录到手指了。录完第一天。耶、yeah. hey,。现在是早上6:50，我们已经开始50分钟了。天哪。噔噔噔。你在做什么？鸡肉。要吃鸡肉。还有素颜的每一位妹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少女，你也好呀，你好剪刘海，谢谢。还有花椰菜，嗯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认真吃饭，阿品家的厨房大公开。极荒谬的，大家今天中午记得来买哦，我们在211那边卖便当。哎，就过不去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在骑机车，就是中间塞了一个超大的便当这样子，哈哈。